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四页倒算第四行，第三字看起啊，今现在说法者，感想已经离有，非过去已灭，未来未成，正应法愿往生亲近天法，速成正觉也。这段经文呢，这是法起书里面的第三段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佛甲大众因所做的什么，就是那边的发挥是非常的殊胜啊，不是咱会当想象会到的。因，现在这两字非常的重要。今就是讲今时啊，讲今时，说明伊唔是过去，也唔是未来。呀，佛应咱世间众生的根基，呀，咱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是泥根上来，像这个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，把咱精选的圆通，诸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门。因咱无始劫以来，就伫娑婆世界这六道内面啊轮回，无能力超越六道啊，这不能超越六道，就是无能力超越娑婆世界范围，从来无超越过。娑婆世界人泥根上来，六根当中泥根上来，看物件看未清楚，一个听就听明白了啊，所以是泥根来啊。因此呢，佛说法就是用音声为教体，这是无量劫来的分析，就是用泥根，用最习惯了。到底西方极乐世界，咱这个习气也伫个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要怎样来教导咱呢？也都爱说法啦。啊，咱伫这个大经内面知影，西方世界无量众生，各个地区的众生根性是无同款。有一寡世界众生眼根来，你甲伊讲咧，讲啊，伊嘛听袂清楚，听袂明白，袂当开悟。啊，你一个一个表演，伊一个看就开悟咯。要有一寡地区咧，像这个佛弟经常讲的啊，向这国，这个世界的人啊，伊是啊自根上来啊，所以佛弟遐的说法咧，就做出真多这好食的，互因吃，伊一个食就开悟了。这是啊，这是伊这个向凡为佛师啊，所以是六根啊，拢啊会当令人开悟，这六根当中，倒一根先上来呢？但是泥根上来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
是49年啊，刚经说法。啊，咱中国孔老夫子，这伊生的教学也是伊这讲演为教学的方法啊，这个方式啊。所以咱到个这个西方叫世界。西方叫做世界是六尘说法啊，换一句话讲，无论倒一种群性的人，拢会得到利益。这个经常特别讲啊，今现在说法是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的，因为咱尼观上来啊，佛甲咱说法，咱就欢喜咯。所以讲，伊现在说法，一个不但佛的本经阿弥来介绍，其他经典里面也捌讲过，啊，亲像这个《大魂》啊，《大魂经》里面有这个这个说法，说讲西方世界有国。名安乐，安乐甲极乐是同一个意思啊。佛号无量寿，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啦。也讲到了今现在说法，有这款的讲法呢。也这句呢是非常的重要，也咱是唔通疏忽。佛家常讲，人心难得啊，佛法难闻。对人心非常的不容易。在这个六道里面，人的寿命无长啊。对人心的机会啊，非常的困难啊。六道里面。咱对佛经典的介绍，知影天道的寿命长啊，亲像这个经上啊上讲的，对咱人间对顶面去呢，这第一站呐、啊，就是四王天，四王天的迄、那个所在。时间啊，就四王天的一天啊，是咱人间50年。哎呀，咱人间50年是伊的一天，也照一年365天，按你来计算呢，伊寿命是500岁啊。可见，伊的寿命就非常的长啊，500。乘360，佮乘50，啊，到二天来，迄、那个寿命就加一倍咯。到二天的一天，是咱人间100年，伊的寿命是1000岁。愈对顶面去啊，寿命愈长，福报也愈大。这个下面三恶道啊，地狱的寿命实在讲不可思议啊！过去这大中李老师办的主讲讲座啊，又编一份教材，是将佛法介绍给初学的同学。叫做佛学14讲，14讲里面，伊介绍地狱，地狱讲法真多啊，除比较容易了解的来讲，地狱里面的一讲呢，是咱人间2700多年，啊，咱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啊。地狱较无两工啊，
地角寿命是叫做万万岁啊，所以讲非常的可怕。啊，好在《楞严经》内面讲地角、公角特别的详细，原因就是叫咱来提高境界，绝对唔能做地角因，因为地角你去容易啊，出来太难太难了。这个时间太长了，啊，这个五鬼道的时间也真长。鬼道里面的一天呢，是咱人间一个月，伊的寿命有几千岁啊。所以民国初年，姜太炎老技师，捌去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伊是外人啊。逐天的暗时去阴曹地府去上班，这是朱敬雕老技师甲我讲的啊。这是姜太炎伊的老丈人啊，伊的丈人，伊伫这个鬼道内面，也阁看到唐宋时代的人。常常读伊文章呢，伫即轨道内面也见面啊，也阁拄着啊，也阁咧讨论即文章，所以可见呢，唐宋迄个时代落到轨道内底，现在啊也阁伫咧，啊，你看寿命有偌长啊？而且天生都真有气，要真长寿诶，要短命诶，即命虽然短啊。伊武器啊，伊接着迄个心就是家己，所以死了以后，也阁是变作这个铁心心啊。你亲像这个佛的经上讲的，居士及孤独园啊，迄个时阵见精舍时阵，佛的这涂骹看到一艘的狗虾。好看了后就笑笑了，那这地主就问佛：“为什么笑？”佛就讲：“你看迄个狗虾不？狗虾大家拢看到，这小的狗虾，伊把经历七尊佛过世啊，也无离开狗虾身，唔是讲伊寿命较长啊，死了以后。”我来到这修来对啊，做高压，生生世世做这高压，咱个想看卖，就算是一般的讲法啦。即尊佛啊，对修行到成佛是三个阿僧祇劫，即尊佛啦、啊，就是21个阿僧祇劫啊，伊还阁无脱离高压心。武器啊，接着到极处咯，这原因就是接着啊。总认为迄个是伊的厝啊，认为迄个形象啊，就是伊的身体啊，啊，坚固的接着，所以无办法转八项的这个心情，所以这是说明。六道内面除了人道以外，寿命拢真长啊。因此，佛常常吐气啊，人生真正难得啦。为什么特别讲人生难得呢？因为六道内面。灵文佛法会当感悟的，确实人道是第一啦。因为天上寿命长福无大，伊将这个了生死、脱轮回无遐尔重视，伊无受过偌济苦啊，所以伊就无容易感悟。沉迷伫个烦恼嘅
环境内面。俗语常讲，富贵学道难呐。伊无愿意学佛，你看富贵的人就是讲学佛，伊也带着富贵的迄份的这气息，来到这个寺院庵堂啊，也会摆出伊的派头啊。来听经说法呢，伊绝对袂咧注意，伊要伫虾米呢？伊要做一个佛师，点一个香，也要徛伫别人的面前啊，就是创啥代志啊？啊，这实在讲，对了是是拢不相干呐、啊。也个也是修一点啊福报，娘娘啊，这是富贵学道不容易啊。三恶道太苦了，所以讲贫穷学道难，即是无知，无贵见贪穷暴，地下去就免阁讲咯。所以讲三恶道学道不容易啊，非常的困难。这林道呢，就那就小空之家，艰苦是真正艰苦啊，苦也有一点啊乐啊，也唔是像像这个恶道，要你啊艰苦啊，也有一点啊休困的时间啊，因此林道是最容易艰苦的。要佛在一切经里面讲，是现成佛，来度众生一定是在人道，无讲天道有这个啊是现成佛的，也无讲这个三恶道来对是现成佛的，是现成佛的确确实实拢是在人道啊，天道。有阿罗汉，有菩萨在那边啊，也有道家有缘的众生。三摩道里面也是安尼生，也有佛、菩萨、罗汉在那里面。但是呢，以佛的身份教化众生，确确实实是在人道啊。所以人心难得啦，这人心最可贵的。就是拄到佛法容易感悟，伊一个感悟啊，这一生就会当超出三界咯，永脱轮回咯，这真可贵啊！如果得人心无闻佛法，或者闻到佛法，会当认真的来修学。这人生有什么通可贵呢？甲其他道的众生实在讲，拢嘛同款啦。文化觉悟，认真修行，往生净土，这一生成佛，呀，这个心实在是太可贵了。也伫咱这个世间，都叫讲得人心真困难呐、啊，难得着人心咯。闻佛法难，咱也闻着佛法咯。但是咱所闻着的佛法，唔是佛直接甲咱说的，所以咱听了后未开悟啊。咱伫经典内面看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，迄部经还未讲完呢，就有真多真多开悟咯，啊，真多真多证果咯。佛说法的显卡，特别多了后，这地主因代代相传，无论是道业啊、学业、
比或许差距太远太远了。未过日咱听到了后，要真侪疑惑，天哪会当开悟呢？现在拄到这个法门，实在是大幸啊！佮听讲阿弥陀佛现在伫西方极乐世界正伫咧说法啦、啊！诸位，一定爱会记你一个事实啦。世尊伫《无量寿经》里甲咱讲。阿弥陀佛的寿量啊，是无量寿，无办法证会出来这个数字。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是现成佛，到今仔日有偌久呢？这经常讲这十劫啊。无量寿甲十劫一个比较，哎呀，迄、那个世界开张也无偌久啊，咱要去啊，拄啊好是时阵呐，啊，将来的西方世界啊，拢是啊，元老级的啊。人问你讲，你什么时阵来到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佛，成佛十劫，我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无量寿看十劫，真正是。都都啊开始无偌久啊，所以这个是时节因缘来讲呢，非常非常的殊胜啊！这个机会，咱一定爱把握着，绝对唔通讲介意啊，轻易的放过去，这就丢了。因为着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经里赞叹：“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亲身听阿弥陀佛说法，哪会讲不会开悟道理呢？”所以古人讲啊：“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？”啊，如果咱真正明白，真正清楚了，一定是慢言放下，虚心大地念这句佛号，依照弥陀经的方法来修学，咱这一生绝对往生，绝对见佛，见佛做佛的弟子啊，常常亲近佛，相随佛学，那未成就的道理呢？再看下面这段文，佛处你有现在，你有啊，有世界。有佛今现在说法呀，这是单单讲了两个有跟现在说法的现在、啊、这四字两个有跟这个现在这四字是宽心舒压啊，咱的信心确确实实对这两个有啊，对现在说法生起清净强烈的信心，世界明极乐宽愿殊呀！这个世界太艰苦了，苦难啊，实在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事事拢甲原为啊，事事啊
拢是障碍重重啊。古人常讲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这句话，在咱一生经验当中，这心机体会啊，实在有过之离无不及。所以这个世界苦难太多，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，听讲有极乐世界，迄个所在无苦难啊，无障碍啊，这干嘛不愿意去呢？以前唔知有这个所在，现在知影咯。而且好甲人讲，这个所在要去无困难啊，只要你想要去啊，只要你肯去，大家人拢会当去啊。所以这句呢是劝愿，佛号阿弥陀，劝其名妙行殊也。这有佛和阿弥陀，当年阿弥陀佛也是劝愿，迄、那个所在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大家底下的说法，这是咱非常向往的。会当成就咱的行业、道业，伊的方法呢，就是叫咱念即句佛号就会用的咯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号，该摆伫这个信愿行的行门顶面，看行啊。阿弥陀是佛，说法是法，现在海会是经，这个佛处啊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头前这段文无长，实在讲只有三句，这三句呢配伫信愿行三柱牛里。也会当甲伊配伫个三宝里，三宝就是佛法经，阿弥陀这是佛，三宝里面的佛宝啊，说法这是法宝，佛说法当然有真侪人来听，这个听众啊，就是经宝啊，这是一个。合合的经团，佛法经同一实相啊，这是实体。实相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是法界。以正庄严，拢是心性变现出来啊！所谓是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啊！从此起心愿行，咱依照头前的理论。事实生起信心、愿心，即是名号，求愿往生，这是本经的宗旨啊！也就是释迦牟尼佛
甲咱说这部经的用意之所在啊。性愿行行，行就是成就啊。啊，咱有真实的信心，对于这个代志，绝对无疑惑。咱有强烈的愿望，会当舍弃身心世界，一心想见佛，想往生。即句名号离六时中不间断，这个三项代志成就了，必得往生。这个必是非常肯定的一个字，绝对无疑惑。建好文化，咱的心愿就圆满了。也即是使用唯一覆盖为所严谨，不杂无私，是教上也。教学，教上就是教学啊。这个教学，释迦牟尼佛平常对大众的教学不同款，因为世尊讲一切经论内容真阔真深，有私有利有性有相，所以你心内面所言的境界啊，非常的深广啊。这个法门非常单纯，只言阿弥陀佛，以佛为所言的境界，唯一佛界就是阿弥陀佛。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一切放下，隆重不攀岩，不杂无私啊！这就是不夹杂，也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净念，这是真正的清净，无比的清净。所以对于这个教这个教学来讲呢，那是49年任何的一回的教学拢未当甲这回来相比啊。言略意究啊，言略是简单，言语无多，可是伊的意思非常的圆满，咒啊，就是咒完你无欠缺。到这个所在呢，将这四分介绍给了下面呢，就是本经的正宗分。兄弟，阿弥讲经文的进程，大师在正宗分的阶段有几句话跟人讲：心愿持名已经要记，以这个碎字里面主的就是正宗。心愿为慧行，
其名为行行，德性无何，专有性缘之有无，名为阁下，专有其名之深浅。故慧行为正道，行行为正修，如木作并温也。当大师这几句话，也是古人祖唔阿讲的。啊，三经的宗旨完全符合。难得以为难。我发的众生发明出来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跟人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这讲起太清楚了，德性无何，专有性缘之有无。你是不是真心啊？是不是真想要去啊？真心真想要去，就会当去的成啊，就会当往生啊。西方世界头前有介绍给有。四土三辈九品，品位的官家，迄就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咯。咱啊，特别的要注意取名之深浅之故，由此知影不在乎。知名的偌侪，有人一天念一两三千声的佛号，有人念两三万声的佛号，甚至有念十万声佛号的，那是知名之多寡，伊毋是多寡，伊是深浅啊。哪讲一天？只念十声名号，伊功夫深，确实会超过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功夫浅啦，真正超越啦。浅浅对多一个所在来看呢，功夫浅的人，两个虽然多。不得力，内面有妄想夹杂，这是古德所讲的划破那袄啊呀，往年啊，迄、那个念佛啊，念较真困，念较真多，古德看到摇头划破那袄呀，往年啊，可见呢是爱滴个深，有处怎样，这深啊。实实在在来讲呢，是心较深，愿深，心深愿深，你这个符号，达句啊拢深。一天十万声符号，为什么不得力呢？心较浅呢、啊，愿也浅呢、啊。也无想要去极乐世界去啊！这个是花花世界，贪嗔痴慢也未了嘞啊！所以虽然念真多啊，功夫点都较浅，这是咱必须爱知影的。也读了这两句啊。非常重要以外呢，大师的这地啊
明白的开刀难，信愿其名叫做三猪牛啊。用现在话来讲呢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三个条件呀。这三个条件一定爱具足。南无大师甲咱解释，这部经都是用信愿行这三字，十分内面是信愿行，正宗分内面也是信愿行，流通分内面也是安尼生啊！啊，这是老大人甲其他祖师大德一个解释《阿弥陀经》无同款的所在啊！这是伊的一个特色，信愿就是非，其名就是行。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啊，因为真侪人都有念佛的人产生了真大的误会，因为念佛人拢无智慧，疏忽了不济啊。念佛念到最好，更加好，结果得一点啊定念念，因为经常有一心不乱，无讲到智慧啊。你唔知呀？我去大师地即地甲人讲，你来亲身切观，这就是智慧呀。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啦、啊，小礼佛尊者也是智慧第一，一心一愿。所以这个信愿对哪位生呢？对智慧里面生啊！你有信有愿，换一句话讲，你就具足了圆满的智慧。啊，不是大智慧的人，未当接受啊，未当相信啊。所以佛特别的叫着舍利佛。头前也挂着一个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啦、啊。其名为行行，行行是福啊，所以念佛人啊，信愿念佛啦、啊，是福慧双修。让咱世间人就修福修慧，福慧要安怎修呢？念佛修的福慧啊，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慧，无人知影。第一定的福慧在什么所在显示呢？深浅啊，你这个信愿之名深，福慧就圆满啊。这念佛的当中有怀疑有夹杂，咱所修的福慧就少了。这是真实的福慧啊，所以大家啊，唔能惊家己啊无福啊，念佛都有福啊。所有一切法门里面，这个法门最容易啊，不但最容易，而且是最稳当啊。哪公里
来生有大福慧，现在这一生，你就享受别人享受未到的福慧啊！慧是什么呢？是大行明了通达，大行不迷啊，格离不迷啊。这是智慧，大行拢清楚。诸事泰然皆物，既然不迷清楚，当然你未做唔到代志啊。你会做个嘟嘟啊好，这是你的智慧。你阿婆恁有慧啊？有福呢，福是心地清净啊。低见正确，正理不邪，正理不染，啊，这种人有福啊！我听到现在人一个讲到这个福报，马上讲到真现实嘞，啊，我生活要安怎呢？你若真正念佛，佛菩萨供养你啊！啊，这不是假呀、啊！头前虽然有讲了，我也过老一点啊。释迦牟尼当年在世，应当住世一百年，伊八十岁就完结了，也有二十年的福报啊！供养娑婆世界，至少是咱这个地球，在。阿佛的诸众弟子，咱享受伊这个二十年的福报，享未尽啊！呀，不过真正多的人不相信啊，那就无办法咯。我有一年在贵人大角市下安居的时阵，结下安居灵源老和尚请我去讲楞严经，那个讲堂呢都在天王殿的隔壁，天王殿佛寺这个护法神啊，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威德菩萨何法的啊，那个时阵啊讲经啊拢伫暗时，我住伫台北，大讲暗时去贵人去讲经啊，讲完经也去转来，我就甲这个事来在讲啊，因为听众拢是以出家人为主，那时阵大概是。非常难得，有四十多位的出家的男众，所以男众道场在这个台北北部也算是第一个，领导也非常难得啊，男众共修，我就劝大家啊，寺庙内底较卖做佛事，较接念佛。寺庙的财源、生活、个佛事啊，我劝因唔卖做佛事呀。这无修你要安怎呢？何法神也爱管这个代志啊？如果真正这个人底下咧修行，讲是这个所在无道理的妖事，我讲后面迄个韦陀菩萨。都来贴职查办咯，伊在从啥物？你今仔日唔相信伊啊？家己要去做佛事，要去找生活。为了菩萨看到好咯，你无爱找我好奇，应请我来逍遥自在，我来去佚佗咯，根本无伫遮。这是事实啦，所以啊，唔免烦恼这个度娘啊，唔免烦恼这个生活。
一心办到，福在其中啊！啊，你一定拢未去赶着，未去枵着啊！你看自古至今，中国外国，你什么时阵听到讲，倒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枵死了，无听讲过啊？龙条都算黑箱，这是咱律宗的开山祖师。啊，一天啊，吃一顿啊，这是修戒律的，戒中不食的。以前的一顿啊，天人共用，这是历史记载啊。伊也无需要突破，也无需要信徒来送啊，天人共用啊，这是真实的啊。祖祖连连，这佛菩萨、护法神，这遐个护法送来啊，免你去烦恼啊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唔过咧，真侪人啊，唔相信呐、啊，心无咯。伊迄个信佛是半信半疑啊，每当深信呐、啊，所以愿也就不切咯。迄、那个念佛啦、啊，也就是有靠无心嘛、啊。所以念佛的人真多，往生人真少，原因伫即地啊，唔是经啊经不灵，唔是佛号不灵啊。应该符合是真灵，你唔相信就无办法咯。所以相信的人心清净，对生活一点也无烦恼，一点啊牵挂都拢无，根本就无咧问伊啊。明仔载，明仔载阿未到啊，你着急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真正合佛的人。所以诸佛护念两天用护啊，所以真正的福慧，世间人为生活操心的福报啊，无福啊，啊，日子过得真艰苦啊，所以咧，有福的人唔免烦恼，一点啊心都唔免烦恼。佛菩萨安排啊，这个偌年主宰啊，啊，也最大的福报呢，最殊胜、最难得的，是伫这个一生当中，永脱轮回，往生净土，完成佛道，这个福报呢，实在讲。是诸佛菩萨所显现的啊！咱这一生当中，拢得到了。世间人知影讲求福求慧，唔知影讲要去倒位去求，唔知影要安怎去修，真正。可惜啊！而且下面要两句：非行为正道，行行为正修。这两句的意思会当了解。正愿是一个动力，咱则认真去念。啊，所以清心切愿呐，这个人祖祖连连就精进不害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用命精进这个力量啊，都是信愿呐。讲话经文，舍利弗，彼陀何故名为啊？彼陀何故名为极乐？一个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
沽名钓誉。那位大师将这句化作正宗分的开端，开端是释迦牟尼佛提出一个问题，叫做舍利弗。这个经中啊，凡是叫到这个名利的，讲到这个动机者的名利，是提醒伊注意啊，叫伊名，伊就真注意了。下面啊，都有真重要的话要讲，这个注意以后读经的时阵，只要看到头前有呼叫到某一个人，下面的开始就非常重要。所以特别提醒伊啊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这个、叫做世界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呢？下里好无答复啊！这部经来对，自始至终，佛叫着下里佛，给伊讲下里佛一句话也无讲，为什么无讲呢？就是佛的境界啊，下里佛无幸福啦，讲不出来啊。啊，所以本经自始至终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啊，佛是将这个果地上这个境界提来啊，做咱因地修行的依据。啊，所以成就就甲诸佛如来无离无别。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啊。下里佛未当答，佛只有家己甲大家说明咯。一个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修是享受，一、那个世界的人所享受的为乐无苦啊。咱这个世界的人所享受的，佛大意归纳起来，一共五种修，五大类呀、啊。苦乐忧喜舍，心有苦乐两种的享受，心有忧喜两种受。如果讲是心无苦乐咯，心无忧喜咯，这个状况就叫做舍，拢总舍掉了。所以讲五种修，下修有，但是伊无孤等啊。假使下修变作孤等咯，也就得定咯。啊，所以下下固咯，就是定啊。这个下修，那是英雄的下修，就叫做三昧啊。真可惜，这个下是短暂的，无久长啊。一点久啊，伊搁再起来咯，可能有些下搁起来咯。就是讲到这个四象天、四空天，啊，咱讲这个四象八定啊。四禅八定啊，也是属于下修啊，伊唔是英雄呢，就是讲非常非非常处天，这是咱三界六道里面最高呢，伊的定啊，会当延续
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也是有期限的啊！期限到了，一定就失去了。伊迄个苦乐游戏过现前了，所以伊是属于下修，伊唔是三昧啊，三昧还做正定，伊唔是正定，一定爱到阿罗汉，阿罗汉的这个定功啊，佮向上提升一级咯，叫做高处地定，超过三界咯，迄就袂退转咯，迄就永远下咯，啊，也永远下咯，迄才叫做三昧，才叫做真正的正定。把净土里面讲的正定，所以啊，三界六道内底无正定，人讲这禅定，拢总属于下修。有了世界，苦乐游戏下拢无了，这才叫做无有众苦啊！咱看解释。众生是灵修用林，丁家依环，该苦名，金车玉林名言，以下下列上上也。这讲话讲得非常的好。众生这个名词，也咱爱清楚，也本意是众缘合而生起的现象，这叫做众生啊。所以众生是众缘合而生的。啊，由此知影，众生本意啊，伊所含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广大。一个人是众缘合而生的，这条命根也是众缘合而生的，咱住这个厝也是众缘合而生的。哇！这句话讲，无一法，不是众缘合而生的啊。所以众生这两理啊，包括咱现在所讲的动物、食物、矿物，乃至有大自然的现象，因为伊拢是真正做条件产生的，拢叫做众生，也伫这个所在，咱讲合意的，完全讲有情众生，所以众生内底分有情分无情，有情就是动物，是动物，有感情，有思想，这类众生叫有情众生。啊，是物甲矿物呢，以及自然现象呢，还是无情的众生？那个称之为物质啊，称之物质。现在人讲的是物矿物自然现象，这三类呢，你合下来对，合做一个叫做无情的众生。这所在是讲有情众生，因为下面讲了。灵修用林都是可以享受的，顶格一环，众生是对佛说的，顶格菩萨下面呢拢叫做众生，所以经常上讲九界众生，九法界，
求法界，除了六道以外，佮加着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拢称为众生，拢是佛的学生。菩萨最管的阶级是顶格菩萨，五十一的位处内面，也位处上悬了。佮对顶头去呢，就成佛了，就无情众生了，啊，无情众生了。所以顶格以下，拢称之为众生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享受也是平等的啊。求界众生在西方世界，主要记得享受是平等的啊。西方世界以外，任何一个地区，求界众生享受是不平等的啊。差别太大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完全拢同款，这是难信之法啦，这是西方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个所在是讲人民，各国众生是讲凡圣同基土带业往生的人。已经是没有种苦但受诸乐，哎呀，迄个比这个人骨较悬的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就骨较偏讲咯。所以讲，伊下下列上上，意思就是伫即地。下面要甲咱详细讲两个世界可乐无同款的住所，娑婆可乐集，娑婆世界有苦有乐，在咱人间苦最乐少。其实苦是苦苦啊，这是就确实理论的苦苦下面这里苦，下面这个苦力啊是名词，顶面这个苦啊是动词，别信心过，咱的信心拢受到真重、真大的压力，现在未苦呢？这个别是咱现在所讲的压力，咱的精神上所负担的压力，生活上所负担的压力，生活压力啊是心，精神压力是心，所以感觉非常的苦，都是坏苦。虽然要落的时阵，落的时间无久啊，这个就过去了。过去的时阵就害了，所以伊也是苦。非苦非乐是幸苦，非苦非乐就是咱所讲下修啊。
啊，下手是什么呢？是辛苦，性牵牛过啊，牵牛都是伊袂当上报啊。咱先来讲，即几个民俗拢是佛门内底常常看到的。经中常讲，三苦八苦，这个所在只讲三苦。其实三苦就包括了八苦，苦苦内面就有八种啊，八大类啊。八大类内面呢，头前四个是生老病死啊。在咱这个世界，所有一切众生拢未当避免的啊。辛苦，这咱拢未记哩咯。人啊，真够未记哩啊！佛在经上讲个非常的透彻。对坐胎就苦了，这是讲心识。咱中国人讲灵魂啊，佛法里面讲心识。来投胎啊，在老母的腹肚里面十个月，这十个月啊，佛形容也感受啊，就亲像伫地甲共款啊，啊，就亲像伫地甲内底受的苦难是共款。老母啉一杯冷水，也感受就亲像伫寒冰地甲；啉一杯烧水，就感觉亲像伫百烈地甲共款。啊，伊毋是无感觉啊。太痛苦了，最出事了后，整些代志未记个清清气气了。咱要看到这世间，往往看到小朋友非常聪明活泼，钓一张大便了后，可能就变作白痴了。这一个便苦呢，从家己聪明啊，智慧啊，拢丧失去咯。何况伫老母的腹肚内面十个月，十个月啊，所以前世的代志啊，未记个清清气气，也就变作无知咯。这是辛苦啊，这个出事啊。佛经里形容，出世的时阵就亲像伫咧夹山地下啊。这个出世的时阵接触到外面这个境界，这个感受叫风刀地下啊。所以这个出世啊，伊就会哭啊。你看，为什么会哭呢？痛苦才会哭啊，才会大声来叫啊！你看到倒一个囡仔死落来，伊会大笑呢，真欢喜款呢，无看到啊！啊，所以真正苦啊！这是咱仔细观察囡仔出世，会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讲的，伊生苦啊，生了了后。一天一天的衰老啊，破病、老病，这个苦，咱会当感受到，家己也慢慢老咯，家己也要破病啊，所以病苦、老苦比较容易去感觉到。
四苦也未四个啊，唔知道四苦到底是安怎苦呢？菩提经上甲人讲，咱的心性都是灵魂呐、啊，他的身体迄、那个痛苦，佛形容伊讲是瓦骨痛壳，瓦的骨啊，佮伊壳佮拔起来，迄、那个痛苦就亲像迄款呀。所以死的苦，超过最严重的病苦，这是一个大难关呐、啊。任何的人无办法避免呢、啊，可是主要怎样？真正合福的人，这合福有真功夫的人，这个生老病死啊，啊，生已经过去就免讲咯，老病死都阿未有诶。伊未破病，伊虽然老，伊老力不衰啊，体力甲少年人是同款，伊无老苦。死的时阵，伊真自在，知影都一天要去，伊个未破病，如日闪电啊！无合福、无功夫的人，这个老病死啊，是无修是未用的啊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这三种的苦啊，咱伫这个世间会当完全避免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所以咱讲这个福报啊，真正有福报啊，真正有福啊。也另外四种，有求不得苦，世间人欲望太多。求不到就感觉真艰苦了。第六种叫万境灰，冤家对头，无想要去拄着，哎，偏偏去拄着。啊，不如意的代志，无想要拄着，要偏偏去拄着。这拢是属于万境会。第七个是爱别离苦啊，真假的人偏偏未当上到顶啦、啊，假的物件啊，常常未当讲伫面前啊，爱别离啊。第三种呢是心外，生老病死四种是心内，内外拢苦啊。第八种是五阴之性，这八种苦，拄则讲的七种是苦果。是孤薄啊，那眼前所修的五阴七星啊，这是阴啊，这是苦阴啊。五阴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那现代话来讲呢，就是生理加心理啊，心理加心理的作用，以及咱的生理是制造头前七种苦的因素。啊，一间家暗打梦想啊，时时去贪嗔痴慢。
身体唔知影无用，消耗家己的精力体力，这是带来心理上的疾病。所以五阴炽盛啊，这个炽盛是形容词，伊这个造作非常的兴旺啊，时时刻刻无停啊，身心的造作，敢来头前七种的苦果啊，苦果里面包括着这个八大类。所以咱称八苦，八苦就是这地讲的苦苦，逼身心过啊，给咱的身心带来了真大的压力。若是怀苦，不求诸果，咱这个世间绝对无真正的快乐。所谓乐，实实在在讲，就亲像咱现在所讲的麻醉共款啊，暂时将苦袂记哩咯。可是迄个时间真短啊，过去了后，这个苦又搁再出现咯。所以讲乐。戒生悲啊，这是实话啊。佛讲苦是真的，乐是假啊。为什么呢？苦会变作乐，乐会变作苦，会变是真的，会变是假啊。比如讲咱食这个好食的物件，家己真喜欢食的物件，这食物件真乐啊！那讲，让你继续不断的一碗过一碗，食一碗也真乐，过食一碗也会用的，连续食二十碗、三十碗，你就艰苦咯，啊，乐就变成苦咯。跳舞真乐啊，连续不断跳的七日七迷啊，你动不掉了，得救救命啊咯！乐啊，乐过头了就会变作苦，苦会变作乐啊！啊，八道腰真艰苦啊，腰着七日骨较艰苦，会变作乐啊！所以苦是真的，乐是假啊！这啊，一定爱认识清楚，乐是坏苦，伊唔是真实的。回苦回乐是无错啊，是真好。这个境界是好的境界。伊呀、啊，伊袂当保持千牛不息啊。咱俗语常常讲呀，青春不足啊，这就是俗语辛苦。呀，咱一个人的老，不是一年比一年老，是刹那刹那伫咧衰老，这叫做辛苦啊。伊是讲破咧，这讲真话咯，真话真歹听啊，但是伊是真实的，绝对袂骗人，人会使讲。对，生下来落地迄天就用命精进啊，一分一秒拢无耽误，一直是行对望来对去啊。啥人轻就停一下咧？这是真话啊！这是实在事实啦，这就是这地讲的辛苦的意思。
就是讲你会当伫即个非苦非乐的境界，所以我不了人呐、啊。你的寿命一天一天安尼老过去了，所以苦有这三大类呀、啊。彼土应离三苦，讲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三种苦完全拢无了，不动出土。对苦之乐，乃名极乐。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，因为咱这个世间讲苦呢，苦的对面是乐，乐的对面是苦，是相对的。西方世界既然无苦，当然乐也就无咯，苦乐是相对啊。只有讲苦乐拢无咯，就叫做极乐啊，这才是真乐啊。假使有乐来讲，都是讲乐是坏苦啊，乐唔是真正啊，乐是坏苦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，伊是议论啊，是讲未出来啊，思是思，为想想啊，不但讲未出来，迄、那个境界遐好啊，思想不但咱讲未出来，咱连思维啊、想象拢达未到，这个世界状况，或者这个经常讲了，这个经常讲了无多，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经，讲个比较较详细，讲个上个详细，是在讲的华严经上。华严经迄、那个境界，实在讲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境界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华藏世界来比呢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所以读华严经，会当体会到西方世界的殊胜庄严。过去诸佛大师伊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，就是诸佛灌顶法师，著作非常的丰富，留下来大概有四五十种，所以这个法师真难得，著作鼎新啊。也伊从这个娑婆加极乐世界苦乐做一个比较，讲这个修行的难易，伊讲了十种，用这个苦乐来较量。如果咱这个世界就是讲得人心，真恶拄着佛啊，拄未着佛，拄未着佛是苦啊。西方世界往生到迄个所在去咧，花开见佛啦。见佛是乐啊，亲近佛是乐。咱这个世界
真恶听到佛法，不闻法是苦啊。西方世界六顶说法，换一句话讲，你想要听到一个法门，想要学到一个法门，拢会当称心如意啊，拢无困难啊。佛菩萨亲为之修啊。第三，在咱这个世间是恶有牵甜苦啊，咱想要修行，咱想要念佛，有真多人障碍咱，有真多代志障碍咱，咱袂当清心满愿的来修学。到极乐世界，诸上显灵智慧一处啊，不但无人障碍你，每一个人拢鼓励你，拢帮助你，这个乐啊。所以两个世界来比较呢，真正咱这个所在修行，实实在在讲，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以外，任何一个法门拢是障碍重重啊！一生当中非常的恶成就，这个法门呢障碍比较较少一点啊，因为一句佛号我会当念出声，也会当心肝来暗念，甲处理的人大众相处啊，因讨厌咱学佛，我就伫咧心肝来念啊，我嘴啊，卖念出来啊，卖惹人麻烦啊，卖伤一家人的和气啊，家己会当占修同款的会成就，一个法门的殊胜啊。好，咱今仔日就讲到这地啊。